今天是 Quick 的白色紫松，那这是客厅，那这两片是屋主要的电汤用的。那今天比较特别是楼梯的部分，就是楼梯起来跟这个柱子的部分。那柱子的话，这边是用小圆弧把它包起来。你看这边包了四个，很费工，但是看到这里包了快16个吧，对，那这个就是每一个包，那这个还要特别切出它的这个圆弧的角角，啊，包完后的大概是这样，每一个都包，哇，要包好多，这个非常的费工。那这边就是今天直接延伸到厨房，一路做到厨房。那边边呢，这样看是看不出是什么收边，因为是咖啡色的收边，咖啡色的水滴孔。那柜子的部分是用透明的水滴孔收边。那就是客厅，那这是今天的Quick 的白色紫松。